成语故事系列家喻户晓。同学们，家喻户晓是指家家户户都知道，形容事情名声传播的范围很广的意思。这句成语有个悲伤又伟大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这是发生在古代梁国的故事。有一位女子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跟她的哥哥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大家都称呼她为梁杰姑。有一天，梁杰姑的哥哥和嫂嫂出门办事，留她在家照顾孩子。梁杰姑在门外的庭院做事，屋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着火了，三个孩子被困在里头，情况相当危急。梁杰姑奋不顾身地冲进屋里，她想先救哥哥的孩子，但是浓烟密布，呛得她喘不过气，眼睛也被熏到睁不开，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哥哥的孩子。慌乱中，她抱起一个孩子就往外跑，心里觉得应该是哥哥的孩子，跑出来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孩子。梁杰姑觉得很过意不去，急着想救哥哥的孩子，但是火势越来越猛烈，如果再冲进屋里，恐怕连他的生命也保不住。梁杰姑伤心的大哭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里懊恼的想着，怎么办啊，要是不能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，家家户户会说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，以后我要如何面对哥哥和嫂嫂呢？梁杰姑大喊，不行，就算会被火烧死，我也要冲进去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。旁边的人赶紧抓住梁杰姑，劝他说，你本来是想救侄子，但是因为一时慌乱才救到自己的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可别因为这样而做出傻事啊。梁杰姑无奈地说，但是我怎么可能一家一家去说清楚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呢？他忍住泪水继续说，一定有许多人不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会指责我偏心，不顾哥哥的孩子，以后我都要背负这个罪名，还有什么脸可以见人呢？梁杰姑接着又说，但是要我再把自己的孩子推回火场和侄子一起死，我这个做妈妈的也办不到，只能拼命去救人了。于是他冒着危险再次冲进火海，结果孩子没有被救出来，他自己也失去了生命。同学们，听完家喻户晓的故事，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？梁杰姑是为什么又会重新冲进火海？你觉得梁杰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。今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故事的缘起，梁杰姑和哥哥一家人同住，有一天他独自在家照顾孩子，屋子竟然失火了。过程中三个孩子被大火困住，梁杰姑冲进屋里想先救哥哥的孩子，却因为浓烟密布先救到了自己的孩子。故事的结果，梁杰姑觉得对不起哥哥和嫂嫂，也担心周遭人认为他只顾自己，只能冒着危险再次冲进火海，因此丧命。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家喻户晓的故事了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。过程中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，认真的想一想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如果你是梁杰姑，会先救哪一个孩子呢？说说看为什么。如果梁杰姑没有冲进火场，保住了自己的生命，你认为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？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？快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分享吧。成语小教室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。今天的成语家喻户晓是形容事情名声四处传播，家家户户都知道。主要会使用的情境是用来表达
传播的范围很广大。我们来看看家喻户晓可以怎么使用吧。经过报纸报道，王老先生的义举已是家喻户晓了。登革热的防范宣传要做到家喻户晓，才能真正收到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家喻户晓相关的词有哪些吧。相似的词有名满天下、众所周知、妇孺皆知。相反的词有不见经传、默默无闻、闻所未闻。听完故事后，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？同学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